看到主持人黄子佼身上插把剑，模仿电视剧《鬼怪》中孔刘的模样。天后蔡依林忍不住笑场，有些哀怨地说：“人不一样。”一方面是追剧小迷妹爱上国民老公孔刘，另一方面出席各大时装周，挤满巴黎、伦敦、纽约和米兰时尚大满贯。接受《美丽佳人》杂志访问，蔡依林穿着黑色星星洋装，顶着辫子头拍摄写真美照，对镜头轻轻眨眼，放松飞吻，胸前打开深 V， 展现深邃乳沟。九零透露，已经看够各种不同的秀，不再满足自己是看秀的嘉宾，想挑战维多利亚秘密内衣大秀，因为这是场模特儿只穿内衣的秀，很性感，很好玩。虽然身形较小，但站在台上高歌还是很有自信，不只是场 party， 还是女性交流时光。恢复单身的九零不会言仍渴望被爱，得到幸福，但她强调不用把结婚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，要保持初心，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，勇于尝试。